小琪多年前因为在舞台上不小心被绊倒而严重摔伤左膝盖，好一阵子都靠轮椅代步。而他五日又再度发出一张膝盖流血的照片，并透露日前自己准备出门散步时，因为看到电视上说自己的星座幸运色是黄色，所以他特别穿了一件黄色衣服。出门时因为树荫下比较凉，加上整条路上都没人，所以他都靠边走。结果走到一个转弯处，刚好有一个社区门口管理员在大约一米高的栏杆上修东西，因为脚没有踩稳摔了下来，结果刚好砸到辛晓琪。因为直接跌在柏油路上，他的左膝盖又再度受伤。对此他也开玩笑说，这是不是有种走在路上突然被鸟粪拉到的感觉，怎么就这么刚好，应该去买乐透。粉丝看了则提醒他要多休息啊。you